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歌谣中的黄安，就是我党领导的黄麻起义的发生地。早在大革命时期，黄麻地区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农民运动非常活跃。大革命失败后，为落实党的87会议精神，1927年10月，中共黄麻特别区委员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1月13日，在中共黄麻特委领导下，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和成千上万手拿土枪刀矛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黄安城，黄麻起义爆发。14日凌晨，总指挥潘钟汝下达攻城命令，经一夜激战，攻克县城。18日，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黄安农民政府宣告成立。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12月5日，国民党军对黄安县城进行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寡不敌众，被迫退出。潘钟汝为掩护突围，前后6次进出城门，当第7次护送战友往外冲时，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1岁。黄麻起义点燃了大别山工农武装斗争的烽火，揭开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序幕。